说些什么，比起你曾对我说的狠话，此刻我更盼望你的谎话。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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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晚上好，嗨，有点乱了头发，我也没看到梳子。Hello， 晚上好，嗨，晚上好，嗨。我整理一下我的头发。Hello， 晚上好，嗨。拍摄的还不错。今天算是和网友见面的一天，他说今天晚上会导出素材，然后让我看看怎么样。Hello， 晚上好，嗨。Hello， 晚上好，嗨 ，Hello。我也觉得，哎，这个是一个类似于这种蝴蝶结的耳夹。我之前就买了，然后我就一直想用来着，但是我之前是本来想着公演蝶语的时候可以用上，但是我那次试戴了一下又觉得很奇怪，所以今天刚好搭配我的裙子，非常合适，觉得终于买的时候能配上用场。 Hello， 晚上好，嗨。晚上好 ，Hello Hello， 很酷，真的，它本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形状的，但我觉得哦，这个比较合适我。Hello， 晚上好，嗨，晚上好，嗨嗨，晚上好。今天拍摄用了假发片，然后中间有一段。最后一个拍摄的地方，然后把假发片拿下来的时候，因为赶时间，要不然那个拍摄地方就会关掉了，结果我的假发店就被旁边的行人给带倒到地上，看上去特别搞笑。 Hello， 晚上好，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 Hello， 晚上好，嗨，今天周二，晚上好，嗨。 Hello Hello，晚上好，嗨。其实我已经过得连周几都不知道了，就只知道几号要做什么事情，几号是什么日程，就是按照几号几号这样子，就不知道是周几周几了都快。Hello， 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其实今天还好，今天下午才开始拍摄，今天天气非常好。是我希望的，一个月里面能够有的三天最好的天气，感觉能赶上的。谢谢送给我秋天奶茶，谢谢。下午去拍的时候太阳刚好，但是本来想去追一个日落的，可是感觉是下午阳光很好，但是太阳好像被云给挡住了，但是还是有追到比较好看的天色，还是有的。Hello， 晚上好，嗨。因为我今天眼影是有点偏绿色，上面因为拍摄的需求加了那种绿色的散粉吧，类似。Hello Hello， 晚上好，嗨。Hello Hello， 能看到吗？我害怕，哎，好像是能够看到，能够看到一点，上面加了一点。Hello， 晚上好，嗨。好认，大家也好认真回答我，能的能的。晚上好，没有，我是蹲在地上吃饭，因为我们是太赶了，因为我们拍摄的几个地方都是在，就是距离打车的话是要打个可能。有时候正好是赶到堵车的时候，就特别要命，但是又很需要紧，所以就是可能中间赶着吃饭这样子。
对啊，今天也是让姐姐过来帮我做的妆造。谢谢送给我的十个月亮棒，谢谢。Hello， 但我喜欢这种，怎么说？就我今天这一天是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我能够让自己变得精致去完成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啊。Hello。但真的上海这边的温差真的，下午阳光特别好，然后好多人都在遛狗，好可爱那些狗狗，嗯，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在一块儿，那种阳光很好的地方很悠闲，就带小孩子去玩或者是喝咖啡或者是看书，真的很舒服。但是到晚上就好冷好冷。对，而且我们今天最后去的那个拍摄的地方刚好到就是在最后我们要结束拍完最后一刻的时候灯光就结束了。Hello， 晚上好。但我都没有拍什么花絮，哎，有点可惜，希望到时候剪出来是我想要的吧。嗯，晚上好。嗨，晚上好，晚上好。18号成都那场吗？马上就要去广州了呀，那天就是那边已经是夏天了。今天出去的时候其实有夏天的感觉了，就是日照很，它是带有那种温度，就不是春天那种感觉了，又要夏天了，真的很快。是成都，但是下周要去广州那边排练啊。有原声公演，那我希望能和大家都有点缘分吧，缘分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在一些时机里面缘分真的很重要。不是，是绿色上面加了一点那种散粉。好的，其实我今天回来在想要不要开直播的，然后我就开了直播。我也不知道要具体和大家聊些什么。哎，是啊，性格是什么？不是，后面是电影的海报。Hello， 晚上好，嗨。晚上好 ，Hello， 嗨。晚上好 ，Hello， 嗨嗨，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谢谢，谢谢你 ，Hello， 晚上好。昨天是昨天吧，昨天握手会来着呢，运员会大家给我准备了好多，就是那些运员小物，有小卡，然后还有小的横幅徽章，还有设计我新的那款的小徽章，是我刚来插队的时候首演，我当时一眼就看到了，
当时扎的是那种半扎，然后别了一个红色的小蝴蝶结，大 MC 的时候还挺有印象的，真的很可爱。和大家一起玩了卡牌游戏，但我手气好像都还蛮不错的，真的准备了好多哦，对吧？没事，下次还可以来抽了，后面还有那个运动会的时候还有。哎，我都不知道那个元气森林原来产下有那么多的口味，真的。Hello， 晚上好，嗨。希望，怎么说，外地党也能够有多多的机会来见面。樱花白葡萄我都没有喝过，但是我余下了好多，昨天我手坏，然后我就都带回来了。劳动节的时候具体是哪天握手吗？不知道，行程表上面有没有写，应该是等快要临近的时候就会通知。这样春季限定，好像什么东西加了限定就会让人很有想要拥有的感觉。嘿嘿，赏期限定，还是春天和夏天会让人比较，说起限定会让人比较有欲望，冬日限定好像就没有什么温度，没有什么刺激的欲望，是吗？就当旅游了哦。最近都在听他们的歌，我谢谢谢谢送给了我的蝴蝶，谢谢 butterfly， 谢谢。谢谢送给我的礼物，谢谢谢谢。Hello， 晚上好，嗨。我今天回来的时候有跟我一个姐姐，就是帮我做妆造的姐姐，因为她不仅能够让我变得漂亮，也是我的一名人生的指导员。然后我就向她说我最近的心情，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很多时候就是原来他也并不能解答我所有的难题，对。然后觉得，但突然又意识到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人生要由自己去解答，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虽然他可以有比我更多的人生经验，但是好像真的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自己去解答。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谢谢你，谢谢。但是虽然它跟我的环境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一样的。
可能是因为他吃的饭吃的盐比我多吧，哎，然后曾经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当时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是会怎么想。他说他那个时候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是刚到北京，刚学习关于画就是妆造这一类造型类学习了一年，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拼命，怎么说就是可能拍摄什么的话就两天两夜不合眼，然后就是也其实赚不到多少的钱，就是真的很辛苦。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最近像我之前前段时间去杭州拍摄的时候遇到的朋友跟我说，就是看到就大家的生活状态吧，真的和时间在赛跑，就像今天我们拍摄也是不断的和时间赛跑，就是制定的时间几点到几点，然后要拍摄什么内容，然后中间转场是什么时候，然后换一套造型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是在要追天光是什么什么样，结束是什么什么时候，最后一个场景结束的时间，就是和时间在赛跑吧，感觉身边的大家都是。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不可以顺其自然，我如果顺其自然的话我就会完蛋了。对，这是我今天下车的时候，虽然他我通过和他聊天我感觉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答案，但是这是我觉得我知道的事情。对，五年了，我昨天握手会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也有见到就是后面关注的我，然后也有见到一直陪我走过来的粉丝，然后我就细数，我也在这边有待了六年了吧，快，真的，就是他们我们聊天中就知道啊，大家是几几年然后放我们合的，然后我一细数啊，那我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团那个，也有六年了，真的，是啊，真的，就像在这里读了一所小学一样，感觉。真的是，快，其实是快吧，我觉得好像之前的日子会年数的话好像前面会更快，但是现在这样一年一年过来，因为就很清晰也会觉得快，因为你会一下子想到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啊，原来已经过去那么快了。我的发型已经短发很久了，好像是吧，我的记性好好。
真的有时候觉得我记性可好了，不会将来不是我们的汇报单的歌曲吗？对啊，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留言，就我还没来得及翻。明天休息，明天本来又拍摄，然后暂且取消掉了，然后想翻一下大家留言。就是最近有好多已经可能有一两周大家给我发留言说，就是关注到我是可能一年前两年前，可能是哪一年哪一年就在看我公演，就真的吗？哦，倒也不是说不可思议，就是自己的成长史原来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来听一下温迪的新歌，我昨天在地铁上听到的时候，真的很，因为我有看他那个歌词，真的很真诚，又很治愈。对啊，就像我说的，我已经上小学了，像度过了我的学生年代了。其实我昨天握手会的时候，感觉我的状态比较温温的，可以说是兴致不大高，但是其实不应该，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握手会了。我上次握手会还是在我去年下半年刚到嘉兴路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对，隔了很久的握手会，而且音乐会大家还准备了很多，就是有游戏抽牌的环节，可能想能够促进更多的交流。好的音乐会应该多多的传播，但我也不知道昨天为什么，不是说不开心，又或者是没有情绪，就是温温的。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然后我就昨天后来跟我的好朋友聊了，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说或许你过了一天就又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心想还挺有道理，说不定有一个很好的天气的时候，我的状态又会不一样。我就觉得这的确可能就是我本人。我只是希望我能有更多的热情吧，能够保持热情真的是一件让人听上去就会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昨天来握手，大家真的有很多人真的能感受得到。我不能统称，就是怎么说呢，如果都说大家是很好的人，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的让我对每个人的印象会不一样或者是深刻吧，但真的大家能感觉到大家脸上带着很开心的状态过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人给人的活力好舒服哦，就我很喜欢看到这样的人类，真的就是想要和我产生交流，有很多想要和我说的话，认为我可能还不知道，然后想要传达给我，就是光是带着很开心的笑容过来我这边，就给我留下了，就
现在想起来也会让我觉得很开心的记忆吧，真的。我其实没有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我好像在意别人评价是什么时候呀？我只是有时候会自己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状态，这样子。好啊，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希望我能堆多多，不是说去找回吧热情，是能够多多的产生热情。电卧好虚幻是吗？昨天电卧的时候好多次那个信号真的很烂，真的很烂，我都着急了。嗯，我觉得就是电卧的另外那一面应该会比我更要着急。谢谢送给我秋天的奶茶，谢谢，真的信号很差。真的，我当时有的时候听到半截话，哎呀就不对。我就在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吃了。屏风背后小话。然后有饭就是有把想要和我说的话然后打下来，就是认真打下来，然后想过来和我说，然后还会发留言过来认为没有说完，或者是没有时间，或者是票真的是太贵了。嗯，但是真的能感受到一些心意吧，对我来讲很好。Hello 晚上好，嗨。对，是 Wendy 的新歌，其实他专辑我们还没整个台听下来。Hello Hello 七七，我昨天是在地铁站，然后昨天是因为我之前看他预告我就很期待，然后有看大家留言说我们昨天握手会结束完就可以听他的新歌了，然后我在地铁上的时候看到留言我才反应过来啊，已经出了，我赶紧去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主打。Hello， 晚上好，嗨。他们有的人说觉得他的那首主打歌曲有点太平，我心想才没有，就是他的能量给人感觉很不一样，我之前就很喜欢他。就真的蓝色也是就是像他，水也像他，就好像很缓慢但是又不缺乏力量的那种感觉，他声音很温暖我觉得。哦，全是我也有之前。 Hello 晚上好，嗨。对啊，而且他之前受伤，哎，真的是像他们热评说的，光是能听到他唱歌就已经觉得很好了。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谢谢。
送给我的巧克力玫瑰花，谢谢。上海这边大家真的很喜欢养狗狗，哎，真的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出门经常能看到遛狗狗，而且还是两只三只一起的遛。而且哎，我昨天去坐地铁，然后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好大的萨摩耶，那个萨摩耶它，我感觉萨摩耶好像是会笑的狗狗，特别是吐舌头的时候，然后它的头型又很像一个大圆圈，白白的毛是像是刚洗完澡的，然后我就去摸它，它的主人说它洗一次澡可得200块钱呢，反正很乖很乖。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大型的狗狗。它好像就是会笑的狗狗。我没有啊，我没有养，我没有养宠物。谢谢送给我的圆棒，谢谢谢谢。剃光毛的萨摩耶，它好冷吧？它剃光毛不会像一头小狮子吗？对呀，它只要就是吐出舌头来，就很像在微笑。微笑天使。拉布拉多，哈喽。吉娃娃的视频，吉娃娃是不是比较小啊？我都从来没骑过马呢，但我看大家去拍摄的骑马的照片都很酷。他很凶吗？听起来不凶。上海这边是真的蛮多人会养柴犬的。哦，哎，很可爱，而且感觉他们都不怕陌生人，都还蛮亲人的，就是你有时候他路过你的时候，你给他打招呼，他主人也会很好，就会让你和他交流一番。哦，我的头发很柔软。或许给他们洗澡的时候也得上点护毛的那些。那你就离他远一点，让他给你保持较远的社交距离。我还好，我现在没有办法考虑养宠物。那天去拍摄的时候，然后有拍有用到金鱼，然后当时是5块钱两条，但是我没有办法带回上海，
我也就是我对金鱼没有太大的兴趣，然后就把金鱼留给了我的朋友，然后他那天跟我说他本来想，但是他也没有鱼缸还是怎么样，然后当时是留给了他，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他那天放生了，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因为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把它给放掉，但他们说有的鱼是没有办法放的，那种金鱼还是怎么样，后来他们晚上好像是找个地方把它给放走了吧，不是大金鱼。是红色的金鱼。我那天去花市买了花，最后也是留给了那个在黑胶姐店的那个老爷爷，他的店主，他特别开心，因为我们当时带过去的时候那个花已经有一点点被影响了，但是真的很漂亮，那个花很好看，大枝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再带回来上海，它中间肯定会折腾很多，它可能会就是会歪掉或者是掉它那个花瓣，我们当时就决定留给那个老爷，那老爷可开心了，就是他就先把它拆了，就轻轻把那个包裹纸给拆掉，拆掉之后他就把它给放到那个里面的那个花瓶里面去了。黑胶碟其实它是在上海，在广州的一家店，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你会喜欢那里，但是你并不一定能够挑到合适的碟这样子，但是你可能是会遇到，你可能别人推荐的话就等一下我看个消息。回一下消息。谢谢送给我的1元棒，谢谢。它里面的碟大概都是40块钱左右吧。谁需要连麦给我？为什么？没有，拍摄的时候都太着急了，就没怎么拍照片。你可以有点像是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去挑选。你可以哎，其实再搜索一下那个杭州的黑胶店店，你就能够找着了。我之前很想买那个的黑胶，但是也没有买到，好像就过去了他那个团购还是什么的时候。谢谢送给我的是个巧克力，谢谢。耳坠是蝴蝶形状的，耳夹那是。晚上好 ，Hello。今天拍摄了，谢谢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把脚放下来，有点难受。到夏天了，我就要染浅发色，我已经太蠢蠢欲动了。
是那个时候的长度真不知道自己的头发长到多少。Hello， 晚上好，嗨。对啊，当你有了很多张黑胶唱片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就会让自己拥有一个黑胶的唱机了。谢谢送给我的小熊气球，热气球，谢谢，谢谢你，谢谢。嗯，粉色是还挺想染的了，但是也想染一点别的发色吧。哈喽，晚上好，嗨。哎，等等，听了一个那个，想想好像还听了。有，但是在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中心，我当时都没办法带过来。会，我觉得很快，可能等我从成都巡演回来再待上个时间，五月吧，五月应该就有夏天的迹象了。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那个阳光的温度已经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对吧？粉色肯定是会染，但是也想染一个别的颜色，但我没想好染什么。他那些好多都是二手的唱片吧。那边也有，唱片店有好多唱片机之类的，应该有很多也是，可能是比较久了。虽然在我们这好像大家说到夏天真的会，哎，某种程度好像给大家变成了一条智能空调后。啊，我还好。我什么时候真的要去打个耳洞？我感觉戴耳夹戴久了真的会有点疼。夏天会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它足够的热，温度、湿度，或许会发生的事情都会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吧。是吗？还没有见到绿色，树都还没变绿吗？不吃了。那难道就要一下子直接入夏了？谢谢，谢谢送给我的 butterfly， 谢谢送给我的夜蝶，谢谢，谢谢你，谢谢。这个小猫咪怎么有点长得像我们惨惨一样？晚上好，嗨。
晚上好。晚上好 ，Hello。去广州也要好好的吃东西。今天我真的觉得我的脚还蛮给力的，因为有一个拍摄的场景需要穿那种细点的高跟鞋，然后我就带了两双鞋去备着，就今天脚的状态还好哎。我每天都在感受我的脚有没有好，我也感受不太出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哦好像还好，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哦，但是今天感觉还好，还算给力我觉得。不知道，感觉有点睁不开眼睛就以为是惨惨。我们房间的光好冷啊，感觉。开那个小灯。小灯吗？灯它不是，就是它比较是。广州有太多好吃，我就很想吃那个摩打食堂和金旗烧，这我真的很想吃。广州肯定非常非常热。问问题，哎，怎么突然开始有进行问答了？可以啊，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你可以问我问题，但是我可以选择性要不要回答你。今天吃了啥？今天是在晚上，今天中午吃的食堂，然后晚上是吃的，在一个餐厅拍摄外面。哦，今天好冷啊，真的是。美丽动人，真的是，吃了一个那种，点了一个饭，点了一个咖喱的，泰式咖喱的那种饭，在车上转场的过程中吃了。我今天也吃了咖喱。是吧？咖喱很好吃。好的，把行李收拾好，不要落下什么东西了。如果明天要收拾的东西，可以先记一下备忘录里面。然后早上出发前再看一眼。那明天要走吗？不是吧。不是，我有粉丝，他们说要收拾行李。哦哦，这样子。那不是呜呜的意思吗？我也觉得，等了好久这个项链，当时买。我以为你要问我什么很深刻的问题，原来只是问我读音，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百度百科呢？我是几点钟开的直播，我不知道哎。10:27，哇，你们都记得好清楚啊，我的天啊，居然会这么准确。好，现在可以向我提问。
三分钟限时提问，三分钟，看看你们提出问题，我来回答。最喜欢什么舞蹈？河内？河外？最喜欢的唱片？唱片的话，我现在能想到的是黑裙子，马上四月就要出新的专辑了，这点令我很期待。真的，四月份要来了，要来了，他的新专辑要来了，黑裙子的。而且好像听他自己说，好像是把新歌给了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说是他目前来说听到黑裙子里面最好听的歌曲，所以我很期待。早上会听什么歌曲？早上会听我喜欢的歌曲红星，然后按照我最近收藏的开始按照顺序去播放。最想邀请谁来跟我合作一个舞台？在我之前刚来嘉兴路的时候，然后没有在合曲限制就是版权的时候，我当时很想和袁一齐合作来着，很想邀请他和我合作舞台，我压根都不知道我想要合作什么舞台和他，也没有想好确定的，但是当时就是是让我很想和他有合作舞台的成员。现在能够想到的第一句歌词，爱是快乐的事情。爱是快乐的事情是哪？哦，我是一只鱼里面的歌词吧。如果有一周的自由时间，我想要干什么？我一定会选择出游，我很想去大理，之前就有说过。很需要感受，不是吗？如果我能一个月都，我每个月都能去到一个新的城市，这点会令我满足，我觉得。就像你说像是积攒或者是行程打卡也好，会很想去。无论是巡演或者是外务或者是那种拍摄，我觉得能去到别的城市就很好。会，但是我一般都是看其他导演，就是有一些采访会，他们在一起一些采访，而且有很多关注到的演员也会很喜欢。我的羽毛到现在都没有打上呢，都有点预约不上了，感觉。计时器。
放下黑裙子的歌吧，那天也突然很想听来着。我现在在直播，在听音乐，在说话。他在玩我的连帽衫的挂饰。Hello， 晚上好，嗨。今天拍摄了，谢谢。因为剪了短发，就觉得需要买一些这种耳饰来做点缀。运动会应该是躲避球吧，应该是躲避球。我要是在第一轮就被人给砸中了，那我就一点都不累了。那运动会你芭蕾你上个啥呀？那可不得努力。对呀、啊，好像是那种丢沙包吧，那种来来回回的两个人这种。没有投篮呀，运动项目里面就没有包含这个。哎呀，我也觉得。他马上就要开始旋转起来了。旋律马上就要开始旋转起来了。能够想到那种混乱的人群里面，会跟往年一样搞笑吗？我们都很认真的，认为搞笑的事情吗？我们都很认真的。那我要再放两首给你们听听，让你们知道这有多好听他们的。开场啊、哦、出场表演，那真是，哈哈，蛮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家都在很努力的作为喜剧。各显神通。
好酷。对吧？里面放放他们的热门曲吧。他们有好多呢。呀，这张你们听到他的。去另外一个软件里面搜一下，去的形象好像还好吧，你听到认为它是什么类型的音乐它就是什么样的类型的音乐。 Everything Hey我在穿这个，我里面穿的，我完了我再还给你。就是好眼熟的。对，波斯语课我没有看，我之前看了，就是没有去院线看。然后拿了五八，感觉好小米娜有一件。它有变得没有那么皱吗？你今天晚上还得继续，你都洗完头了，我都洗完澡了。电视我都没有追剧，谢谢送给我秋天的奶茶，谢谢谢谢。所以你明天去吗？八八六。对呀、啊，我之前电台有腿，很合适。阴雨天的时候在家听，再放两首歌我就下直播。这首歌结束完再放一首歌。好哦，很像我会说出来的话。好哦，日系元气妹子啊。就是你认为你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就会是什么样子。但你要是说我只是这个样子，我也并不能说我只是这个样子。留长还是保持这个长度，我的
朋友和我说，他觉得我的短发比长发好看，好像就是审美像都很高的朋友，就我身边朋友都是这么和我说，我的短发比我长发要好看。但我夏天的浅发色肯定是会长发，看到时候是接还是怎样。长长的白线是帽子上的什么？没有白线啊。那你们就是身边眼光很高的朋友了，什么？再放一首。复刻工业还没有吧？大家投完票了吗？我比较想要跳邋遢姑娘，我昨天也有粉丝过来握手的时候问，但是我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是，对我来说跳哪套公演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能感觉到大家是想知道我自己的取向，或者是怎样的，但我好像真的跳哪套公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说我之前看公演曲，我一般当一场公演新上映的时候，我是首先是会看 unit 曲这样子，我是觉得一场公演里面如果有属于自己就是量身定制的一首 unit 曲是非常让人会跳起来很自然舒服，而上一个叫的 unit 曲是 Lami Lami， 对，但我觉得我很难再遇到这样一个为我量身定制属于我的曲子，所以我觉得我在跳其他的曲子我也可以跳出我自己的感觉来，对，就是可能怎样的曲子它的曲风是什么样，但是我也能够跳出我自己的风格来，所以我觉得任何一套公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呀、是，因为他是就是来做一首unit 的风格会不一样，然后划分到你的是这个风格，然后会听取你的意见，编舞的风格像服装包括填词，其实就是为你去服务的一首曲子吧，我觉得是。然后我现在的觉得的话，其实如果是真的要挑选什么公演，其实对我来说都一样。但我当时也有说，有粉丝过来问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说觉得三角函数可，因为我之前是看了16人曲来着。专属座位，我应该可能跳不了多久，会觉得想跳别的吧，可能。就每个都跳跳，谢谢送给我秋天的奶茶，谢谢。我没有看以爱之名，哎，以爱之名是有 Feeling You 吗？ Feeling You 是以爱之名里面的吗？
好像记得 Feeling You， 春夏秋冬也是亚洲名的吧，好像是。Hello， 晚上好，嗨。谢谢送给我秋天奶茶，谢谢，是吗？谢谢，谢谢送给了我一个蝴蝶，谢谢送给我的野蝶，谢谢，谢谢你，谢谢。我多么想这个蝴蝶的特效能够做得好一点，突然很认真的说，因为给。蝴蝶的概念还挺好，想让它特效能够做得再好点。我之前有跳过春日，是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兔兔十六答谢公演的时候还挺喜欢，那个时候穿那个白裙子，有一段和小牛奶的对视，我还挺喜欢，好看，那个时候切到了我。以前就挺好看的，以前蝴蝶一蝶的特效吗？不是一直是这样吗？现在更加的艳丽了一点。嗯，他可能想要色彩度吧。很疲惫，我今天拍摄其实还好，包括老师们，然后还有身边伙伴都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拍摄的还好，可能就是中间冷的那段有点冷，外面气温。一个热知识还是冷知识？不是我没有用很高的音调说话就代表我很疲惫，不是的。如果我真的很疲惫的话，我就可能连直播都不会开了，我就会真的会让自己休息了。嗯 ，Unit， 你们最喜欢的是自然最初吗？我好像没有最喜欢的。因为每个特色都会不一样，每个运特的曲风都会不一样，没有办法去给它评一个高和低，只是每个都不一样，就会每个都想去尝试，这样子。就像，如果我的音调没有很高，并不代表我很疲惫，就像有一些很欢快的曲调，并不代表它就是很快乐的歌曲。他可能就是用很欢快的渠道在写很悲伤的东西，是一样的概念。加一加一。其实和大家这样聊天，我也觉得很舒服。我跳过双生花，我之前有一年圣诞的时候就跳过双生花。反正天塌下来，也有比我高的人帮我顶着嘛。这首叫做 Holy World， 打雷姐好像有一首歌跟他是一模一样的。Hello， 嗨。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每次都说我在听几首歌就关，后来发现好
好像也可以再开会儿。今晚要熬夜了吗？没有喂，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拍摄会是很早，然后结果今天是差不多睡足了9个小时10个小时，我真的发现我好像真的是对睡眠有特别贪婪的欲望，真的是。但是现在的话时间还好，我一般结束完然后就睡觉，就还好。谢谢送给我的4个秋天奶茶，谢谢。我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说明我现在还不想关直播间，说明我现在感觉和大家聊天，我没有觉得很疲惫，而是我觉得很放松，就是没有，对我来说开直播是一件，或者是现在带很长时间的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负担的事情，不是，所以我才会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啊，就是我真的想关直播的时候，我就会关掉了吧，嘿。嗯，你最近就是平稳的在生活吗？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之类的？盯着论文大师的发言。在学语言，在上课。做大学生是什么感觉？当代大学生，我问了我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我以为他会玩得很嗨，不是指那种玩得很嗨，就是很自由的社交，会去广结很多朋友，会有很多兴趣不同的朋友们，会去聊天，会去一起去吃饭，或者一起去创新。后来发现其实没有，这点让我还很意外。嗯，我就是以为会是，就发现其实大家，他说身边大家都很宅。嗯，懒散了很多，自主能力真的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就是好像对于有一些身边朋友，就是知道他好像做一件事情在这方面他就是能够，嗯，你很难说他是天赋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他只要如果想要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可能会有考研，可能会有什么计划，我就觉得哪怕是在短时间内，你就会对他有一种，他如果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一定可以做到，就还蛮厉害的，我觉得。谢谢送给我的玫瑰花，谢谢。对啊，要和时间赛跑。嗯。社恐，其实我也会被身边朋友说有点社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义，你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有时候自己也是很希望能够接触新鲜的人或事物，也是爱热闹，但有时候你又希望产生这些交流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自然的，
情形之下，我是觉得在校园会一直都很好。哦，是真的。我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和大家接触都还蛮自然的，哪怕就是不是很熟悉的人。我说的自然不是说我有非常的怎么样的热情，就好像和刚接触的大家，我好像一般会比较作为倾听者啊。但是当我突然在一件事情上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的性格也会冒出来。可能遇到这件事情，我想要说这句话，那这句话可能是我的性格会说出来的话，那我还是会说出来，就是很自然，你就会这样蹦出来。很喜欢高中生活。嗯，不会的，你到了成人的世界，现实的社会的话，也会有很多压力的。如果你不想有压力的话，你会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不行啊。社交关系慢热，我其实觉得，首先不要就是认为自己慢热是不正确或者是去否认的态度，没有太绝对的事情。或许慢热在你自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不大加分的项目，可能是在其他的朋友看来会是一个加分项目。真的，现在你在互联网上，你可以，也不是说什么 idol 语录，但是真的你可以发现会有更多观念出来。新鲜的，或者是在你认同觉得它是正确的观念。很好哎，互联网有时候真的会给人很好的影响。谢谢送给我秋天奶茶，谢谢。就是好的东西，就是这些产分，我觉得好好。真的不用太紧张，我说我不吃了。有时候真的大家挺紧张的，还蛮可爱的。搜索又给我连麦了，那我和他说我话吧。哎呀，这是谁呀、啊、这是谁？鼎鼎大名又来了。哎，我们俩发型好像，我关个音乐，要不然我这不是我们求雨吗？给妈妈看看，给妈妈看看你的小脸。你怎么就是他妈妈了？经过我同意了吗？快给我看看求雨，妈妈看看。你不是正在看着他吗？我没看见。他今天眼睛不干净。那也没关系。哎呦，我们求雨真可爱，我们求雨比那个求雨还要可爱。哪个琼宇啊？啊、哦，等一下，我给你仔细看看他。哎呦，等一下，我听不见你的声音。啊，为什么又听不见我声音？是不是 WiFi 连错了？没有连错，是你上次给我连的，只是声音有点小而已。你现在说说话，我听一下。喂，可大了声音。我给你，
看看漂亮的她。我马上就，你又要关直播了？没有关，我今天还好。你看她这个样子比较可爱，看看。哎呦，痛死了！是她在发出叫声吗？不是不是，是我给她玩具。哦，吓死我了！看，给小树姐姐扮个可爱。我是阿姨。姐姐。妈妈的朋友就是阿姨。那也叫姐姐。所有女孩子都是姐姐。好可爱。哎呀，口水又流出来了。她每次一看到这个东西，你看流得我满手臂口水。哎呀，我在咽口水，怎么回事？哎呀，她。你看他流了我满手口水，我的天哪，好恐怖啊，狗！咦，你不准嫌弃他，你不能咦。我还不能，你自己说的，说他是狗。你不喜欢狗啊？喜欢。Q 仔。啊！你怎么还不睡觉？我刚开没多久。你今天公演吗？我今天去拍摄我生日的东西了。几号啊？5月4号，运动会结束完。公演。我生日当然是公演呀。哎呀，他扒拉你，好可爱。爸。嗯嗯，感觉他很柔软的样子。他怎么都不睡觉？因为他睡觉的时候不是现在。他现在还嘿嘿。我就是给你看看他，你正好在线。嗯。他真的看上去很柔软呢。真的，我给你看他全身。哇，他怎么这么短脚？不过他腿很长的，等一下我给他吃。哪里有？那是他的腰身。他腿很长的，他只是毛长。我一定要把他的腿整个撸出来。没有想象得到他有这么长。他腿，哎，这都是他的腿。哎呀呀，你看，哎呀呀，他好可爱。他腿这么长，不短。他的后腿有点短，看上去。后腿也不短，我给你扯出来。他做错了什么呀？他像棉花。哇哇哇哇哇！哇哇不短，他腿不短，大长腿嘛。嗯，我马上就要来广州了。我知道，你知道。哎，你们先来广州跟我们合是吗？是呀，广州来排练，可热了，广州可不是吗？确实，我都穿短袖呢。你今天穿的很潮流，里面是你拍照穿的衣服吗？是我对一个场景穿的，性感辣妹哦。这个项链宋欣然也有。哎，对啊，我昨天看到了，就我买了，他好久才到。哦，这么火吗？这个项链？可能小红书上爆火了，就火了一阵了。嗯，你来哦。哦什么？接下来要带我去吃东西了吧？不是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社长在。不是，我们社长今天在收拾房间，然后说什么有上海成员要来住，然后我刚刚想到是不是你们来了住我们这儿，后面想想他是说什么今天就要来住，我也不知道，搞不懂。那应该不是吧，我们还得跳公演呢。对，反正等你来了，我的吹风机洗发水都可以借给你。我才不会呢，我可是会把我自己所有东西带的好好的人，可不像你。不用带，很重，没关系，不用带，我借给你。那也是因为我先借给了你。你还把自己说那么伟大。我还可以借你夹板。哦，还有什么厉害的东西？牙膏。还有什么？我还可以借你。借点我平常借不到的东西。平常借不到的东西。哎，你别说，我害怕你。我不是什么都会在直播间说的人，但你不用说，大家都能有遐想空间。我知道了，我可以借你发片，就是我一接就很长。我也有，我今天是拆了。
这样啊，好吧。嗯。那我还能借你什么？我可以借你打光灯，你直播的时候用。哦，然后 OK， 那也是我陪你去买的吧？是不是还是那个？不是，我现在很高级的，给你看啊。现在像一个抖音网红一样，等一下翻转是哪个？哇哦，这不是淘宝销量热搜，对吗？抖音网红必备。嗯嗯，我还可以借你这个，这是什么？假睫毛。你是我的好朋友，你真的要贴啊？我不会，但我可以试一试。好。我给你试一试。你现在给我试什么？不是啊，我说我到时候帮你贴一贴看看。哦 ，OK。我还可以、哎。你们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公演啊？啊？你们对那个时候是不是有公演？应该会。哪个时候？哎，但应该也还好，我们都是公演完，我们就直接去成都了。对啊，对啊。我还可以把猫借给你。我就是等你这句话。原来是这样，我想摸摸它，看看它是不是和我想象中一样柔软。你拿去吧，免费送给你都可以。这什么假话呀？也不知道是每天都会。如果你愿意养它的话，我可以直接送给你。我愿意养它，可是我照顾不好我自己。没关系，你照顾好它就可以了。你们这还是人说的话吗？这还是人说出来的话吗？哎。那还不如你努力赚钱养养我，我养养他，这样大家互帮互助。这听起来很暧昧。什么很暧昧？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我为什么？哇，你怎么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什么？我还可以借给你抱枕。我不要，我好害怕这种东西。就是活的不好吗？一定要这样的。很可爱呀、啊，1:1还原的。它哪有这么大？1:5还原的。这样会变成一只胖猫，这样会变成一只瘦猫，这样就是正常的它。Oh, amazing！ 还好你没有送这样的抱枕。我还有一个我要展示给你看，我超酷的。你最好让我大吃一惊。肯定会。Fine。厉害吧？这上面写的什么？想吃。可是它有点像。打就是农民功夫熊猫，哪有它这个很日系好吧？因为它这个横带有点像农民公公，哪有高？哎呀，没电！高考的人都会在上面绑个必胜的这种头带。那他是要干嘛？参加比吃大会吗？他饿了呀，他想吃。他有名字吗？他的名字叫熊猫。哇，好名字，大方，我得体，临时给他取的。哦，我还有一个很酷的东西，但是我忘记放哪了。你有好多玩偶，房间玩偶很少。因为我没有搬来搬去，我一直在这。哎呀，我房间东西太多了。你现在特别像什么？就是邀请我去你家做客，然后要把所有的宝贝都给我看的人。哎呀，我那个宝贝找不到了，很厉害的，它是模仿猫舌头的口罩。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啊？为了就是增进我和琼宇的感情。不，你知道吗？我抱今天的时候，就天慧他的猫咪，我每次抱他，他都会这样子，你懂吗？就是他是真的会看，就不让你亲他。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他不让我亲他？是他不喜欢我吗？
他说就是天慧跟我说不是的，就是你想想猫的视野里面就人你的一整张大脸叫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明白了，真的不能这样，他就不喜欢，就真的会这样。对，就是猫咪，你从正面抱它，它都会这样，所以你要从背面，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东西呀、啊？然后它，我这是一只猫，哇，然后好大。如果你从正面抱它的话。哎，你快拒绝一下我，拒绝一下我，他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开始了，有了，有那个味儿了，有了，有了，有了。但是你要从背面，不，他你让他看前面，你这样抱他，然后拖着他，他就很有安全感。不，我就喜欢这样抱他，亲他脸。那如果你要正面抱，你要这样子，把他的手搭在你的肩上。这样不，那你也没办法亲他的脸。你这样，哦，好美哦你，你也漂亮。你老这样子，我不漂亮。你漂亮，我不漂亮。你漂亮，我漂亮，怎么那么像《阳光姐妹淘》里面说的？搞笑。你漂亮。那我希望大家都觉得我漂亮。嗯，你肯定啊，大家都这么觉得，没有人不这么觉得。谢谢第二点，我要准备下直播了，好，拜拜，就这样了，拜拜。你要下直播了，我不能耽误你啊，要不然你要睡觉。你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最近也还好吧，你也不会晚到哪儿去。那倒是，那倒是，说个结束语吧，我的朋友。拜拜。那你别说了吧，请你让我再看一眼得了。你这结束语还不如让他看我一眼呢，你看着他挂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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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哎呀，他会 wink， 对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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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啊，好可爱 ，Oh my god， 拜拜，拜拜。拜拜，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快往你的直播间撒礼物了，哈哈！他走了，嗯，拜拜了，拜拜，拜拜，挂了，嗯。好，大家，我也要准备下直播间了，琼宇困了。有的猫咪还是蛮正常作息的，拜拜拜拜。886，再见了朋友们，我打嗝了。